어디 이번 사건도 파헤쳐볼까? 어이? 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.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这拉克斯技能现在是全空，哇！对面 AD 才50刀啊！这盘再输，我真的感觉我今天一天一把赢不了了。 我们这个中路，他这个上路真的 E L O 机制了。 파괴되었습니다.
掉线了！我这艾克玩着玩着掉线了！艾克是不是按个 R 就掉线了？但是他好像没有掉哎，那这波又在掉线，感觉好像推不进去啊，要等这两个龙啊。这 AED 真的也不知道在干嘛，120刀。但我觉得他这盘是有点没办法，他其实已经稳住没再送了，你们发现没？对面的 AED 他是真吃不了线，机器人也不管他，打野也不管他，他这真玩不了。他的对手太过强劲了，他实在是顶不住。拉克斯，我连着火，差点被秒，下掉，好、哦。
哎！哇，这钩子这么强吗？啊？我这怎么被勾过去的？感觉怎么感觉胜负难分啊，我们现在才两龙啊，我们的艾克已经六神装很久很久了，对面的中单六神呢，我们很难受啊，船长也六神，说实话挺不好说的，现在哇，太不容易了，哇，这局真的再说感觉今天一把赢不了了，这局赢了，哇，这局好难。